冬季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生活不变，压力不断，多么渴望放下身段去流浪，头顶着酷热的煎熬。非常紧张刺激的节目了，对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现金版里面明星对抗赛。那么在哪一队才会有胜算呢？对，只要脑筋清楚的人一定有胜算。那瓜哥绝对不可能，对，瓜哥脑筋在一大糊涂。小董的手脚像动物，小董的个个像老虎，中线绝对靠得住，长点不像那250，高矮胖瘦别在乎，输了绝对不管不管。今天我们特别来宾一看就知道重量级人物全部来，绝对是有分量的小将队，哎，欢迎。马屁屁好，马屁屁好，董屁屁好。什么叫发屁屁？哎呀，这个我要来解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屁屁屁，据他们所说，你们说是什么？对，泰国是大哥的意思。乱讲！我跟你讲，对泰国太熟悉了，应该是艾斯猴的意思。啊，什么艾斯猴？艾斯猴是猴子噻，公猴伯子男，哎，所以猴呢算是一种尊称。尊称是。那妹妹就叫 Nono。Nono。Nono。那我们今天在座就有很多的屁屁跟 Nono， 还有无屁屁啊。长屁屁，那么四位就是象屁屁，象东东，象是象东东，象东东，水晶晶。水晶晶，这个是屁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意思。这四位小将队不简单，还出国去玩呢、啊。对啊，是坐货机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直接装在 cargo 里面带走。带什么机？没客机，客机啊，没有客机，有个要求，有个要求，规定我们左右翅膀那边一定要坐一个。对啊，你们坐在外面翅膀上面，因为啊，他们说坐那个飞机尾巴的话，飞机飞的是降飞的；如果坐头的话是降飞的。前面两个点，后面两个点，那飞就断掉了。给我讲完，这每一点又分两点啊。今天除了四位小将军，还有两位男士啊，一位吴宗宪，刚才啊你吵了半天，就怕人家忘记他。闲话不啰嗦，我们先来看我们两队的观众朋友谁比较大声。来，拉拉队，来来来来，好。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你们这边好像老弱妇孺比较多啊，来来来，拍谁哈？哎，你要敬老尊贤，就是个妈妈，妈妈先来喊，就好就是阿妈了，阿妈来，阿妈来哈，阿妈你讲加油的好哈，阿妈讲加油的好啊，啊，加油加油，我讲一二三，讲加油的好啊，啊，快倒进来，倒进来，倒进来哈，来来一下，二三，加油！声音那么大，就变脑充血了。129.6，哇！阿妈，坐下来，阿妈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阿妈喊一个，那个假牙都快要喷出来了，129.6，厉害不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哎呀，我们这边谁最老？好久你了吧？你这样讲，谁要承认呢？那你代表喊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开始！加油！幼稚园老师也没什么形象了。你129，我们135.2。哇！十点的清凉饮料，哎呀！哎，我们这组，我们这个好像有点，谁比较厉害啊？不是很平衡的样子。来来，我们来找一位来把他们干。霍小胖对，霍小胖没有事带观众，看单。霍小胖，哎，霍小胖没有事，口无有力。那可以啊，一二三，然后就使出全身的力量。董哥可能会破表，我在怕这个机器会不会坏掉。来，一、二，身体不好，走开。126.1，你儿子阿妈大声呢。126.1，没有，因为我的音是低的。外强中干，谢谢各位同情的掌声，安慰的掌声啊！那你们谁来？你可以啊，我试试看。好，他们126.9，随便喊喊就可以了，是126.9，110，哎不是，120几？对，126.9，好，来，我喊一杯气，喊加油，预备起！哇，哎呦，133！哇，他这个频率取胜。我500块钱，你不要这样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感谢感谢。啊哈，我们旗开得胜。好，我们要进行。
我们精彩的比赛了嘛。对，我这样讲，小时候胖不是胖啊，那你就中了，他们从小现在都这么胖。好，再继续收看我们的献鸡马鞭杯，迎新春放赛。夏日的太阳，唱个不停，庆尾刷啊！准备好了没有？音乐起下，老师，快用。什么歌？那就是你的歌词，你和我，铃声响起，那就表示情话悄悄说。我们坚持醉酒，这个表示什么？不是比酒的嘛？这个表示平常你们老板都不花点钱请你去 KTV， 难得有机会唱这么贵的，赖不下来。不是，火药味很浓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唱归唱，我们这边有没有问题？什么唱归唱？唱的，他今天跟归分不开了。不是，两边啊，唱人在唱，唱是都有在唱，可是呢，我们你说归说，我们那没问题。你们这边问题大了。哦，哪位？哪位？来来，要独唱是吧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从头来，你一个人独唱啊！来来来，不是说光上来张嘴巴就是可能得分的，哎，来，哎。你还唱？老一言弹不下去，你还能唱？那是真是的。这个单元有好处，不但教大家唱歌，还跟大家讲不要说谎话。哎，小朋友记得不要说谎话。会唱就会唱，不会唱就会唱，不会唱就不要。说谎阿姨，他刚有。千万不要归成他这一类，不要变为归类。我们赢500块钱的嘛。好。耶！又赢500块钱的。我们都会唱啊。都会唱。对，每一个都唱的。是都会唱吧？来，下首歌。还不会唱啊，这不会唱就太过分了。苦苦的这一杯酒，淡淡的没有滋味，你悄悄地就这样走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就爱我，不是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可怜被挤的真是毫无立足之地，那可以拿500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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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来鼓励鼓励鼓励。我们下首歌来。好，不错，哎，小董你错了，拿钱错的厉害啊，不错，长田啊，请你好好的面对观众，把这个歌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贵族啊，一样会抓出来，他是日本王族的后代，而且是纽约的外岛 Long Island， 来，老师来来来，你不会唱日文了吧？真的要唱，这他真的要唱啊。来来，哎，这是蓝白对抗，我这顺便把500块带回来。
又赢了500块钱嘞。好，这个哥哥就进行比较，这边赢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1500。我们多少钱？1500。哎呦，势均力敌哦。哎，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玩别的比较刺激的。哎，他动了脑筋，要智慧的。好，这几位啊，歌唱的不错，很吵，我们看他们脑筋好不好？动脑筋，我们请看我们的环宇搜集题。这里是法国的巴黎街景，我们在这看到有像这样的一种植物，这个植物看起来平凡。其实它的是有来头的，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古老的植物，而且是活化石银杏树。那么全法国只有5棵像这样的树。现在我们问题要请教你，它来自于亚洲哪个？哦，计时5秒钟，来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来，请写答案。好，写好了，来公布答案。看看，中国。你这个中国是大陆呢，还是我们中华民国？你要写清楚吗？中华民国。他写的是韩国。平常讲韩国的银杏啊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啊。哎，那台湾呢？台湾，那他讲台湾好像反而比较少见。台湾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看到，叫做这个溪头。溪头，哎，这名戏，你要你讲最古老的植物，最古老植物活化石。对，好，我们来宣布正确答案，那是在台湾。哎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狂想题。来，我问你们，欢迎我们的是吧？好嘞，影片，请注意看了啊。大哥吃了苹果之后，结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我们一项计时5秒钟，来。好，来，请回答。发挥你们想象力，直接问他们就好了。想象力，来。结果他就继续把苹果吃完，吃完之后功力大增，骑的扫把，骑扫把就走了，走了，骑扫把走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只吃一个苹果，对不对？就把他那个苹果吃完。继续吃嘛，全部都吃完，全部把苹果通通吃完，然后骑那个扫把走了。啊，猛克苹果，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标准答案是怎么样。我们问，等，问一下，根本没有骑扫把来啊，那我们不是走进来的。你要骑扫把走吗？骗人啊！一定要骑扫把走是吧？骑木马一样啊，也是脚的。都可以，只有骑东西走就对了。不管骑不骑，他们的意思心想就是说他没你的没你的事儿，也别讲话。来，我们看标准答案有什么。不要骑嘛，你们非说要骑着扫把走就没有嘛，四个字，巫婆被吓跑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以锣声表示还是鼓声还是哨声，对不对？猛克苹果，答错了啊！不是，我们应该算答对一半，我们要把重点讲完，吃完。你们一定要强调啊，要骑这个扫把。那巫婆骑扫把走，没有啊，他吓跑了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你们要画蛇添足，所以这500块的不能给你。大家很简洁有力哈，小朋友不要画蛇添足，对不对？来，拿500，捡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下一题是。既然你们这么苛刻，没关系，再来呢，换我出题问问题给你们来啊，请你们仔细看哈，来，请看。请问，我就吓一跳，发生什么事情来？为什么八代哥这个表情？来，我们计时5秒。龙妹妹被风筝拉走了。龙妹，风筝拉走了。风筝拉走了。你也认为被风筝拉走了？对。你认为呢？我们我觉得好像不是被风筝拉走，那怎么样？因为我这次不要跟他们一样，我会被人家说我就是说没有原则，是吗？对，没有立场的。嗯，你要有贵族的那个气质，跟人家一样。你说你要干嘛？我们请昭和天皇跟我们说一下。我也不知道，真的，因为他不见了。长田天皇跟我们说一下。我想哈，他嘛，他把。
他自己卡住了，卡住是吧？困住了。好，来，命都蛮苦的。嗯，三位奖答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有想象力，但是呢都不是正确答案，来，请正确答案。哥哥告诉各位，当年富兰克林就是想发现电。富兰克林当时放什么在上面把电传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放哎放什么？那个钥匙，钥匙，钥匙。K E Y 他就不知道，我是故意问他的。现在我们进行我们的肢体表演了，手忙脚乱。大风吹。过瘾了，我非常惊险呐！哎，因为呢，只要被这四位有哪一位啊撞到碰撞的话，那直接非死即伤啊！哎，而他们刚刚小上也声明过，只要敢来玩了，什么是手脚压断，请不要找他麻烦。可以讲了啊，可以了。那四位都准备好了哈，好了，哎呦，来欣赏这个精彩的大风吹。好，音乐请先聊。嘿，摆 pose 啊！小象队有一个坐到地上啊！来，要干一点。这是我们啊，你们那队的吗？这是你们那一队的。来，请音乐，请下。哪啊？快抢啊！长姐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觉得平常讲长田应该被判出局的，来长田出局，来吴宗宪二三，你还敢玩啊？叫！吴宗宪的危险你还敢玩？危险性也随之增加啊！好，哎，哎，不算了，不是，算了，好，这代际啊，下播又不能吃太胖，走路不方便。哇，那现在还有哪一个是我们队？那四个长相都一样，吴宗宪是嘛，霍小胖嘛，对不对？把他给干掉。来，音乐起下。现在是两位小象队啊，果然不是众望。来，音乐起下，来。两位听到这肉碰肉的声音，啪啪啪啪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相扑啊，2000元怎么样？为了2000块，连朋友他都出卖了。没有，话不能这样讲，虽然是游戏，所以这个不用关心。我觉得花2000块看一场相扑很值得，不用跑到日本、台湾就可以看了。我不但看相扑，还赚钱，更划得来。来，恭喜我们得到4500元。2500，但是拍摄输了要把它充公。哎，好，来，这4000元我们特别来宾来评分，恭喜你们。现在呢，要开放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的机会了啊！对，大家请注意了。我们前两天节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啊，就是说我们绿岛一个海底的温泉，全世界就三处有，一处在意大利，一处在日本。今天的爆炸题呢，就是问这个，请问在意大利跟在日本的什么地方？如果答对的话呢，我们给你奖金5000元，好不好啊？我计时3秒，这边举手，这边也举手，这边举手，我们轮流来啊！来，计时开始，10秒。来，这边同学，10秒，快说快说，哪里？不要光笑。意大利什么地方？意大利，什么岛？不对，罗马。前面有没有？没人知道。来，这边有没有？意大利什么岛？5000块，日本京都？不对，不对。来，意大利西西里岛。那日本呢？日本哪个岛？日本
如何的？不对，哎呦，你们最后的，好可惜啊！时间到了啊！在日本是九州岛，是九州岛，简单的啊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，这两顶呢都是有我们海底温泉的，所以我们的绿岛鱼哥可以算是非常难得的。感谢今天5000万没有送出去，不过跟大家知道这一点，这个旅游上知识也是蛮好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进到这边，不要去收看我们精彩内容的。开搞笑连环炮，在冬季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周末午夜别徘徊，快到糖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要带你来无影去无踪，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美丽的雪里小别的你家，难过太不易，别闹了，双人吧，双手太多，到底谁面位置啊？太小。